道吗？登山的。哎呀，这边应该要稍微看一下东西哦，因为会有东西一直落在这边的。有哦，要打架哦，双打哦，是双打哦。嘟噜。剑雀，哇、哦！等一下，我想用那个。来来，我们来用专属 Z， 我们来用专属 Z。试验咆哮武技。哇，柔一居然站在我旁边，我真的有点莫名的讨厌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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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放 Z。有哪几招可以放啊？啊？这什么？极恶飞跃，粉碎极。哦，看，多惨的。我们来用个。充电光束不对啊，充电光束，然后对，好，来吧。哦吼，效果绝佳。哎，等等，哦，好猛的感觉哦！他怎么不把它丢出去？是什么招式？哦极恶飞跃粉碎，哦哦，有擂台，有擂台啊！我的妈，有擂台啊！干三小啦！硬要说七个字，哦 ，Oh my god！ 刚我看了三小，我的天哪！感觉心情不是很好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想用那个精神利刃试试看。哈哈哈哈哈 ！WWE 好像没什么用，没有那么强。哇！哎哎哎哎哎哎！喂，罗伊！哈哈！哎，罗伊太死去了，好可惜哦。John Cena。好了，叮，噔噔噔，自我再生，我看一下，自我再生，没拿，来，奇迹之眼这种，算了，自我再生，我喝药就好了。好啦，召唤图板中毒了，就去玩啦。好，五个鞋吧。等一下，玩到人情广场了。柔一的力哦，等一下，先补血。好 ，OK。球内，收看，有腰一没腰一，哎、欸，又是川普，又是川普 ，Mr. Trump， 走吧，小球，小蘑菇，哎、欸，哪一个才是要战斗的？你吗？打架、啊。川普，哎、欸，奇怪，现在这个世界里怎么连小孩都这么爱打架、啊？幼稚园就要跟人家打架，动不动就打架打架的，啊、嗯！哇，真是看起来有点可爱、欸。红偶熊，烧啊！啊，抱歉了，只好以等级压过你了。哈哈哈！噔噔噔，围攻，围攻，看一下，让我方所有宝可梦进行攻击，同级的宝可梦，我方宝可梦，这个，
攻，奇怪哦。等等等，秒杀！啊，这只嘞，哎，肯泰罗，你太胖了，肯泰罗，你要减肥啦。这里我看一下，应该没有种子了，好，过去吧。他躺着，哎，不让你看。大蘑菇，回攻，我球，我的。噔噔噔噔，打架！哎，来了！空手道，它应该会叫格斗系吧？好吧，既然它都叫这个出来了，我们叫柔一出来了。在做掩护。哎，没用啊！哎，效果不好，居然还扣了一半哎，怎么办？好想用自己力量哦，可是又想秒杀他哎。先射一发好了，先射一发。啊干！啊，没死。哎喂！交女朋友啊，莫名其妙、啊，数一数二难搞。走啦，气死我！主导巡礼的训练家，我来确认一下你获得的历存金，干嘛啦？看屁！哦，黄光耀眼的电力。开门就开门，十二号到了。哎，这里是，哎呦，必须！遇到你真的太好，我一直在找你呢。如果你要还乌拉乌拉，还用乌拉乌拉的话，你还是骑重你玩法比较好。真的假的？哇，这么好哦！为什么、啊？但当时莉莉爱漂亮的把让我吓了一跳，结果就把这件事完全忘了。我绝对不是故意等你陷入困境才来找你。哇，舍不得他哎！下一个考验的话，往前直走到卡弗村去就是了。哈普乌也在为必取你的主导巡礼打气哦。嗯，啊，不知道给我洗。好，试试看吧。这个招式啊？哦，他一般就是这样走啊，这样就是跑。啊干！哦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哦 ，I got i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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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来讲话讲话。不要不要。哦 ，I got it，I got it。灼伤药。啊！不知道这上面会不会遇怪？好像又是骷髅队的哦，骷髅屁孩队安安哦。好奇这边会遇到什屁孩队吗？
不是哎、欸，坏情侣立奇和红林来挑战，我以为是骷髅队哎，不是呢，不是骷髅队呢。哎、欸，熊猫，哦，狗子呀！哇，看不出来他们好戏，混混二。我们来玩第一力量吧。衣服也太像，对啊。哪是我？哎干，不符合人体工学吧？怎么摆的 ？Oh my god！ 终极不放空，终极不特狂闪，狂飞闪。哦。干没死，哈哈哈哈哈！咬碎！干！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到底是什么系的、啊？来试新招好了啦。然后用红的攻击，没有效果，地面系哦。哇 ，WWE 吧，这根本 WWE 好不好？WWE 啊，没有用啊，换一只出来吸经验到了，不对啊，全部吸得到啊，没有用。根本 WWE 哎、欸，你们自己看，这可是摔跤招式好不好？是啊，就第一次看到他们，不知道他们什么系的哈。他叫那个什么混混鳄，鳄鱼不是水吗？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。32，有看过咆哮我的喷射？没有，没看过。So bad， 根本摔跤哎、欸，世界摔跤娱乐 WWE。好了，回家。好吧。哎、欸，亮亮。哎、欸，不对，罗伊又死掉了。哦，一点用处都没有哎、欸。罗伊可不可以生气一点？打架！头盖龙啊，这是什么系？这个也是完全看不出个所以然。龙系是一定有吧？啊，另一个是什么就不知道了。破格。不管怎么样，用力量先杀他吧。快点啦！哎、欸，干嘛？要吓我哎、欸！胜利，哈哈哈哈。
而已哦。好啦 ，OK。这只在之前难抓到。哎，马也很胖哎，我发现。厉害伤药。先记录，先记录。好，走吧。这里感觉会有东西哦，找一下。哎，没有东西，怎么可能？我就知道，哼，菜逼吧。哎，那一边是不是又会有东西呢？应该不会吧？然后都，那刚那边是什么？所以不是那边，这边应该会有东西吧？按，到处都要找我打架的，哎，有，噜，如果你想知道这个数字代表了什么，就来乌拉乌拉16号道路上，啊，16号，关键很快就揭晓了，哇，是海边哎，打架啦！这一路上就是这样打出来。哎，鲶鱼王！啊，糟了，这个是很麻烦的东西。惨！不知道拿什么跟他打，他拿什么都不对。揍他，揍他！拿什么都不对，那就，哎，不要哦！喂，又一个不穿衣服，在海边就不穿衣服正常啊。这只应该有地面器吧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还是我记错了？什么？沙丘啊，那应该可以用这个吧？没关系，我们用叫柔一出来看看吧。我们叫柔一出来用力招式一下。沙丘不，哎，不对吧？这个靠，怎么好像很麻烦啊？我就打催眠术。哎，大哥。你就这样让我睡着了，干，可以不要这么低能啊！解眠药，好了。哇，你不就很会吸？你不就很会吸？抓！再会咯，爆料，它只是一坨沙子，叉叉，OK。116应该够了。好，还有一个打架。哎，对，你被沙子打。对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他就看起来一副沙样啊。比基尼姐姐，保姆曼波，沙丘，这应该是水系没错吧？我应该不会再看错了吧？还可以再叫柔一出来玩一下了。
败了，来来来来，力力量哈！哦，我走，哎！应该有用吧？终极福特狂雷闪。可是，哇，他怎么才打这样子？他有那么那个吗？射啊！为什么射这么多？他难的吧？是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他到底男的女的？哎，吹鸡吹鸡！啊，汤匙啊，流血了，流水了。哎，不错不错，给你吃个东西好了，看你可怜，怕你饿死。啊，他嘴巴好小一个。啊，喝这样，喝这样的喝，喝这样的喝。哦，所以自己打不痛。吹鸡，那没东西了吧？还有、哦、打架啊？啊？我觉得这个拿干好多只哦，不要东西哦，不要东西冲过。哦，你有毛病哎！没有汤匙走了啊？有事吗？根本硬要哎、欸！不要啦，不想跟你打啦。要可可豆，我要多少有多少。我好像是拿果实哈，算了，一定还有别的地方的果实，我不要跟你拿了。安安，好。哦，必须哎，不会，这时候要打架吧？我从马马内那里听说了哦，你去帮他一起测试召唤霸主的机器了吧？我也去帮忙，总算完成考验了呢。我应该有变强一点了吧？啊，全满药，谢谢。哦哟，骷髅队在找一只叫做科斯莫古的宝可梦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我才不会告诉你啊。可是莫古本身并不是强大的宝可梦，但是那家伙可能会把无比强大的宝可梦叫来，万一出了什么差错，灾厄就会降临阿罗拉。灾厄是什么可怕的事吗？那我们该怎么办才好？如果你们知道科斯莫古在哪里，就好好保护他。现在我毕竟是骷髅队的保镖，可以给的建议就只有那么多了。冲鹤少女，他一开始出场就是这样。话说回来，骷髅队他们是从哪里知道了科斯莫古的存在呢？什么意思？还有你要去哪里？待会啦。得到卡普明明的认可，成为岛屿之王。我想在一决输赢的同时，把宝可梦对战的乐趣推广出去。好，走。有人骑这个。来来来，收刮民宅，有东西吗？欸、有一只这个哎、欸，好吧，算了，你家好穷哦，从这边嘞，穷人家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啊？哦，他们家人出去把宝可梦留在家里了，好可惜，没有看到中二病发作。哎、欸，有球！月之石，这里有什么？在 X 选单中可以看到元气广场的提示数字，代表目前有多少人正在进行临近主机通讯。哎呦，
算是跑去人家说人家凶。哎、欸，钓鱼，来来来，钓鱼钓鱼钓鱼。哎、欸，他居然从泡泡拿出，哎、欸，来喽，完了，看，靠呗，都不上钩啊。我们钓好一点的来啊，钓一只暴鲤龙出来啊，都不上钩啊。哎、欸，真的都不上钩哎，干什么？哎、欸，安安，哎、欸、来了，这是什么？暴鲤龙。有绿绿有绿绿，好啦，晃啊晃啊，干，吸毒哦，干你是吸毒吧？哈哈哈。好啦，要靠，哎哎哎哎，这不是垃圾骷髅队吗？干，垃圾骷髅队，你冲啊小。你想被打一顿？来啊，怕你哦！啊？挑衅！好吧，先跑主线吧。虽然说上面那里有东西啊，令我蛮好奇的。哦，好像还过不去呢。幽灵属性啊，所以等一下是幽灵哦。啊，惨了！先让骑那个肯泰罗，好吧。哎，绿绿绿绿，哎哎哦，它是雨滴打下来哦，我以为这边有绿绿哎，靠，欺骗我的感情啊！卡夫尊，叫名字干嘛？上来了，来了！队长所在的以太之家好像快要到了哦，直接掠过中二队。是很敲我们吗？应该没有吧。建筑工人就是博士说的那个。听说在远方的宝可梦联盟里，有四位被称为天王的超强训练家，四天王和岛屿之王谁比较厉害呢？感觉令人期待呢。走啦！先去中心补个血好了。噔噔噔噔噔。感觉这里又是有一堆敌人哎，打架！哎呦，十五号道路，讲话！看，一直叫我打训练家哎，来吧！哎，里面是什么？哦 ，bitch， 这就是以太之家呢，没见过的家伙，哎、欸，打架了！看，有病哦，不要跟着人家一起跳啦！有事吗？有事吗？哦哦哦，各位不要这么凶了！哎、欸，现在真的小朋友都这么爱打架啊、哦、啊，小朋友啊，小朋友快速电击兽，哎。
笑屁耶、欸！等下赵光强、欸。啊啊，还不是秒杀？那。噔噔噔，噔噔噔。病哎、欸，却被咬住了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好痛哦！他被川普咬了，哎、欸，来了来了。哦，你们感情这么好了呢？那个我已经买好东西了，所以我就回来喽。电击是我，不怕爸妈把插头拔了，白痴。越痛代表感情越好吗？莉莉爱呢？莉莉爱她和哈普在一起，他们说之后就会过来。在回来之前去挑战考验如何？对了，啊啊，原来他是队长哦！哇，队长，你居然电电都不讲话哎！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